你有听说过这附近的谣言吗？谣言？是的，据说他把很像他情人的男人啊，给他抓了起来，并且关在了地牢里。哼，你听谁说的？我听人们说的。你不要相信这些人们的话，也许只是有一个疯女人在这森林四处游荡。好的，现在有一个新的任务啊，就是我们要去这个厕所。刚才我们是跟我们的朋友聊了一下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传言，但我们的朋友不信啊，他觉得哎无所谓，这种传言肯定是假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去上厕所啊！啊，尿有点急，朋友们。让这个朋友一个人待在这里，我感觉要出事啊！啊，这边是厕所，好的，来上厕所，快！哦吼！好，过了五分钟，哇，我们这上了个可以啊，上了五分钟。What？ 什么情况？果然，这个声音是 Randy。哦，快快，我们赶紧跑到 Randy 那边去。哦，头没了！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？Hi, honey。什么东西 ？Good night, honey。Yenery, horror map。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？那么张地图的名字叫做 Yenery 啊，不是很清楚啊。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刚刚那个疯女人啊，那么总体来说呢，这张地图它其实有点像是恐怖奶奶，没有错。我们现在呢被这个疯女人啊给抓起来，然后被她囚禁了，好，就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些规则，我们点来看一下好了，反正应该也没有什么要我们特别设置的地方。故事大概讲述就是我们两个男人啊去那边露营，然后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我们被这个疯女人给抓走了，我们的朋友被她杀掉了，然后她把我呢带到了她的这个监狱里去啊。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从那个监狱里面逃出来。 OK 朋友们，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种 PE 上面的恐怖地图的话，不要忘记抢点赞，给我留下个三连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游戏吧。 Let's go。 哇，这笑声真的吓人。OK、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我这是在哪里啊？哎呦，这没有血迹，我的天哪！好，我们现在应该要赶紧逃离这个地方。没想到那个传言居然是真的，找条路离开啊！先看看这边箱子，有沙子，好，这有个熔炉，好，这边还有东西，哦，暗藏玄机啊，煤炭，两个煤炭吗？是要烧沙子是不是啊？哦，懂了。做成水瓶，然后把这个水抽走，可能某个机关会打开。在此之前先看一下，哇塞，他杀了应该不止一个人。好了，我们做完了，我们来做个瓶子。好，三个瓶子，然后把水抽掉。好，抽掉了。哦，开了开了开了，哇，这个机关帅，这个女鬼都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开。好，下去，我需要稿子，这边有个箱子，女鬼不会在上面吧？ OK OK， 小心小心，这边是什么地方？有门，箱子没有东西啊。这里是什么？仓库，进不去，可能需要某个机关吧。现在没有看到那个女鬼，这边也有个箱子，但是被封住了，可能要开启又是某个机关。这里可以走出来了。 OK，全是血迹，我的天哪！锁住，那上楼吧。这个地方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这个地方是浴室啊，浴室需要钥匙。那么这里呢？房间一，打不开。控制房啊，打不开。好家伙，睡觉的地方，但也有血迹，需要剪刀。完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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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厨房，厨房应该摇钥匙吧？那我们无路可走啊！这边是出口，那无路可走啊！这个门需要钥匙。Oh no！ Hi, honey, are you awake? Who are you? Do you forget about me, honey? Of the many men I caught, you are more perfect.I can let you off for here. All right, then I'm coming.
honey. Hi, hi, hi. The woman is crazy. I have to get off here soon. Find a way out. 他好像来了，是不是？这门居然开了，我的天哪！哦，这个地方是出来了。OK。好，浴室的钥匙。好，没问题。浴室在哪里啊？哦，浴室在这个上面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不会在这附近吧？浴室在这，浴室在这。OK，他不在，他不在。箱子，厨房。好，没东西，没东西。好，一切顺利啊。他不在，他不在，好像不在。厨房我记得是在楼下。这个下面是有个厨房吧？对，哇，漂亮！哎呦，厨房果然有人使在这儿了。半线钩有用吗？是不是可以打那个鬼来？钥匙，好，房间一，我知道房间一在哪儿。走，这什么地方？这边需要斧头。这是房间二，这边有门可以走。先去房间一好了。我去！哎！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Hello， 这女鬼长得挺好看的嘛。走了。喂，控制房，关门，我找到控制房了。哦，刺激，这边是仓库二，这边锁住的，斧头漂亮，我们可以去那个地方了，这个地方，这里 ，nice， 别过来哟，仓库二。这是房间二，仓库二在，好像还是要去这边，对不对？我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哇！我说实话，不至于这样吧？啊，你不至于这样吧？等一下，让我想想，仓库二在哪里？哦，仓库二在那个地方，在我们这边。哎，这是仓库一。我靠！完了！快上！别！我靠！不是吧 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哦，在这里，我的天哪，可以找到斧头啊、哦、不稿子，好，稿子我们可以去我们那个仓库那个地方了，我看怎么走，这边可以走吧，应该好像可以的，快，剪刀，走，上楼，进度良好。他不又在下面？不会，没有，不在。漂亮，往前走，这边。Nice， 拉杆可以放在铁块。好，应该是控制房。这边可以出去。Shit！哇，这里，铁块。好，箱子开了。哦，你别过来追我。不是吧，箱子，哦，是这里的箱子吗？ Nice， 好，他现在应该不在这，好，绕回来，很好，仓库打开了，仓库，
仓库在我们这，漂亮。这边有路吗？这边好像有路可以走。哎，找到了，房间二。房间二不在这吧？就有人吗 ？Surprise, mother！ 别，完了。房间二，哦，我记起来了。房间要在很多很多那个栅栏的地方，让他来追。这边，不对，不是这边，错了，这边啦，我都。OK， 哇，好多箱子，完了。别过来。我找到了。快走，关门。出口的钥匙啊，出口还在这边。我要当他面跑，他人呢？不在是不是？终于我可以走了，天都黑了，算了，跑吧，拜拜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么今天的张地图的话就先给大家录到这个地方啊。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插点赞，给我留下个三连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